些相关的导览之外，我们有个选单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为了时间方便啊，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互动专区，就是来一下。然后呢，有一个迷你列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怎么玩迷你列车呢？这个透过人脸辨识以及 3D 动画的一个 AR 的一个整合，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机敏的列车。我们这个公共艺术列车，然后只要人脸辨识，我们让市长，大市长看，然后这个列车呢就在市长的头上里面转，那小朋友也可以玩，那任何人只要进入我们这个 QR code 扫进去之后，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列车一起来玩。那你头转的时候呢，那个列车也跟着你转，上啊下啊，它列车那这个就是透过。